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干啥呀？叫我干什么呀？想吃的东西，吃什么？想吃的水果，啥水果啊？家里有什么？什么都有啊，小柿子、芒果，然后还有桃、香瓜、蓝莓、西瓜。哎，西瓜，西瓜。啊？是想吃西瓜，吃西瓜呀？那你下去吃去呗。不愿动弹，这怎么又不愿动弹啊？全身无力，乏。你天天烦，我给你端过来呗。端过来。啊，好，等着。那，坐起来吃吗？哎呀妈！这么大块的床怎么吃啊？你就上那个厨房吃去呗，那咋办呀？你切小块，你就起来吧。切小块不切难切，难得汤。这你烦不烦人？好，切小块。弄好了，弄好了，吃吧。吃啊。忙手忙，倒入手。啥意思啊？喂呀。呀，你可真是老虎功高啊你啊！有籽儿，那籽儿咋办呀？那西瓜能没籽儿吗？抠去，找个没籽儿的吃吧。抠去。别弄衣服上。弄怎么办？拿着。倒入手。这给你惯的，等着。这啊，围上，围上小豆豆儿，什么？围巾呢？手整衣服上，哎呦我！来，围上。你这干啥呀？这西瓜整这造型了？弄身上洗不掉西瓜仁儿。就这样。好吃吗？好吃，你不吃啊？你可真是这些。自己拿吃吧，动手。放下，我还得去弄孩子写作业呢。咋的？今天。吃没吃完呀？回去吃吧，行吗？我去做饭了。再吃两块。嗯？喂，俺个俺俺个。来来来，